让我，就请你别再多说。今天阳光很不错，我们牵手出去走走。纯吉他伴奏搭配磁性嗓音，卑南族新锐歌手高伟勋以双语个人创作揭开活动序幕。第四届风曲圆舞跃动台东即日起开放报名，而今年获选的团队除了能跟线上歌手以师徒制方式进行培训，期间还会给予工作津贴，希望鼓励热爱表演的民众参加。可能一点点个人的心得可以告诉他们，那也让他们很快的可以掌握到我们演出的一些精髓。我们这个四位导师呢，说我们把我们这个团队呢稍微微调之后呢，还要带他们到西部去比武啊，要来去跟人家尬看看我们的这个表现如何哈。音乐项目导师有王洪恩跟阿豹，而舞蹈部分则是邀请陈蔚温岚及苏明恩等艺人编舞的林群哲，以及拥有多次剧场演出经验的朱克远。台东县政府表示，希望借此建立原住民族人才资料库，打造台东成为原民文化艺术发展基地，强调拿下上一届演唱组冠军的高伟勋就是非常成功的例子。目前个人的计划就是今年度上半年要推出自己的专辑，这样那现在都还在进行专辑的录制，那今年的上半年度就会跟大家见面。县府表示，这次计划选出两组舞团跟两组乐团或歌手，但每组团队除了一半成员要具有原住民身份，也要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涉及台东的县民。预计今年暑假举办首场成果音乐会，报名时间到3月27号。民视新闻，资深台东市采访报道。